好，我是阿仁，今天来到南投甲虫馆。那今年有一个很特别的企划，会与南投甲虫馆做合作，会借由我的摄影的技巧，透过照片、影片来呈现标本艺术之美。那这时候我们就请我们的馆长进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蘭。那很高兴阿仁邀请我做这个企划。阿仁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个虫友，他小学的时候就拿着傻瓜数位相机，一直一路拍到现在，哇，摄影器材超级专业，我都吓到了。对啊，然后，希望借由他的摄影技术拍出很漂亮的标本，来做一个标本的推广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主题。好，第一集我就从我们昆虫界最受欢迎、永远不败的大明星——长脊大兜虫，所谓世界最大的甲虫——海克力斯长脊大兜虫来做介绍吧。哎，馆长，哎，啊，可是它怎么有那么奇怪的名字？什么海克力斯，怎么有一点中二？然后你很敢讲哦。哎，它为什么叫海克力斯？主要是它的学名，拉丁学名 Hercules， 就是以希腊神话大力士一个最伟大的英雄，对，叫做海克力斯为命名，对，象征他崇高、力气无穷的地位这样子。好，那就是市面上。他们既然都叫做海克力斯长脊大兜虫，那为什么又有很多 DHH 啊、什么 HEHO 之类的？哦，那个是它的学名的缩写。事实上，海克力斯就是长脊大兜虫，它在全世界比较明确的分类大概有11个亚种。对，它主要都分布在南美洲，可是在不同地区因为地理的隔绝，它有分了亚种。然后近年台湾有一个博士，他有发表一个论文，其实他说这些都是独立的种啦，只是在分类的问题上，我们在影片之后可以延伸阅读，我们在这里就先不要详述这个议题，我们今天的主角就以长脊大兜虫，对，长脊大兜虫来讲。然后每个不同的亚种呢，它你仔细看它的头角跟它的胸角，其实它那个齿突的位置都会有点不同，哎，这是它的比较主要的差异性。对，长脊大兜虫的亚种这么多的话，我们今天介绍不完。那我今天就以宠物市场最受欢迎，然后也是最多人饲养、标本收藏，也是很多玩家趋之若鹜的原名亚种 DHH 这个种类来作为一个介绍。等等，喂，喂，哎，馆长你好，我想请问你，对，立体像，对，立体像，对，立体像，是阿纯，哦，这样子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市场上这种 DHH， 好像叫 DHH， 为什么它的胸角部分有粗有细，然后在网络上有很多不同的名称？哦，你指的是胸角？对，好。因为刚刚有提到说 DHH 应该算是所有长脊里面最多人饲养的一个亚种，所以呢长久下来累代下来，饲育家就把一些它特征比较独特的个体留下来做繁衍，所以就衍生出来有所谓的粗角型的跟最后都会有特粗的，这超级粗的，嘿，一直演化下来把这些特征扩大了，然后如果这些特征稳定之后，他们就会取名血统，哎，血统的名称有许多那个专业玩家都有他们自己命名的一些血统。哇塞，我们来看这个超酷的家伙。提到血统就一定要提到日本饲育长脊的专家河野先生，这只标本是他当年饲育超过17公分的个体，这个可是相当酷的收藏哦。
然后提到血统啊，它血统的种类非常的多，然后日本用语有所谓的吉泰，吉泰就是指它胸脚会非常的粗壮，然后可是其实以标本收藏的角度来看，就牵扯到审美观嘛，审美观就因人而异，有些人喜欢吉泰非常的粗的型，可是有些人比较追求脚的弧度比较匀称比较美型的，所以就不同收藏家他会有不同的喜好，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咯，就是标本收藏的一个乐趣了。简单介绍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喜欢标本分享的影片的话，以后我再找那种非常稀少的长脊亚种来介绍，对啊，那种是台湾市面上没有活体流通的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在下方帮我们点击按赞及分享或留言，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咯，拜拜。拜拜。